然后你看他的脸，他在取笑你，你太大，他这样子你看，还不快去减肥。欢迎电视连连，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迪士尼100周年第二代。耶、yeah.。大家看到我们有非常多 Pixar 商品，这次的商品有小家电哦，先开这个吧。对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另外一个款式水晶球。经过上次的可怕经验，我们知道了这次不要转太多圈。来听听看是它是什么的音乐。对，这个里面是无敌。这一个的话，无敌10公分。大水晶球音乐盒，哦，好好听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这个雪花的，看了这个快闪购几点送，加价499元，非常的有质感。下一个，感应式垃圾桶。非常的大，我们有3个感应式的垃圾桶，毛怪款、熊抱哥款，还有三眼怪款，它是加购价699元，打开来看看。等一下，很厉害，对，它有感应的。然后它这上面有开与关的按钮的部分。所以它这个是要装电池的，它是要2A 的。来，电池。这个应该是装垃圾袋。哦，好方便哦！所以一个垃圾袋卷放在这边，然后可以这样抽出来。它有附垃圾袋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放除臭的。哦。哦，它已经亮了。哦。它有蓝光杀菌吗？好像是哦。里面有感应电源门片、红外线感应上盖，按下电源键会开启电源，当手靠到感应区它就会打开，丢完的后门会自动关闭。灯光的话应该不是紫外线杀菌，它没有写，应该只是说晚上你丢垃圾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垃圾桶在哪里，很酷的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，我想要看一下别款的，然后大家看哦，这个卡榫我们可以把它卡在这里面，这样子把垃圾袋放在这个里面，这样放着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抽出来之后把垃圾袋这样套着，这上面有留预留一个小缝。哇，那金龙鱼呢？哦，所以它就是一样的颜色。然后它这个刚刚忘记跟大家讲，它这边还有一圈这个东西，找一个任意的垃圾袋套在这个圈圈上面，它就会这样子，你的垃圾袋就不会外露，就会很好看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是直接套在这个垃圾桶外面，你的垃圾袋就会把它挡掉，会不好看。它这样设计的话，你的垃圾袋就不会露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盖上盖子，这样子它就会自动开，然后灯也会亮。然后还有熊抱哥款的，啊，熊抱哥的一样都是蓝色的光。下一样，选一个那个大垫子，很可爱的两个大垫子。它的快闪购价钱是加购价499元。哇哇，很可爱，很可爱耶！还有耳朵。对啊，这边有那个拉链可以拉起来。哦，很可爱。这样很棒哎，有没有舒服？有，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心情，还有屁屁，感觉超舒服的。然后它这边拉链啊，就是拉开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平面的垫子，拉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午睡枕，可以这样子靠着休息。好像在办公室也不错啊，你看哦，办公室中午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变成午睡枕，然后睡完了午觉，下午要开始工作，你就可以放在后面当靠枕，避免你的腰酸背痛。这样在办公室很方便的量用的靠枕，非常不错。我们看熊抱哥，把熊抱哥拿出来看一下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超舒服的。他长得像外星人，他就是翻三眼外星人啊。
戳到垫子了，快哭了。毛很舒服哎，很柔软。哦，一样的变成了另外一个午睡枕，好可爱的。它可以黏在一起吗？你确定？然后呢，另外一边也可以拉吗？然后这个是可以变成枕头，而变成棉被，穿在身上，哦，好有安全感哦，这样睡觉躲在里面是不是？收集两款就可以这样黏在一起。这可以睡觉，如果这样子开一边呢，会变成一张床哎。对啊。哇，你这样子睡觉，你睡觉都可以边跳舞。如果你口水留在这边，你就换一个。下一个。来，我们看到15寸笔电包，它有3个款式。好，这个是限量15寸笔电包，它的加购价是399元。我们有怪兽电力公司款、玩具总动员款，而且你看它字很亮哦。然后妞妞手上的是迪士尼款，哇，哇，很漂亮哎，它这个有没有炫彩的感觉？然后这边有米老鼠、奇奇弟弟还有维尼熊的一个联名。它里面是这样子绒布的，很舒服的绒布，然后其实也蛮厚的。它笔电包是打开这样子，然后笔电就这样装进去，拉链可以拉到这边，然后它的反面是竖的。再开第二款，哦，它印刷很漂亮耶，哦，超有质感的，而且你看它印刷超级精美，有没有？好清楚哦，这个图。里面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看第三款，哦，怪兽电力公司，你看这毛怪身上的毛，然后印刷非常精美耶，哦，100周年，背面是这样子，素面，哇，你重机有没有小家电呢？很酷耶，超可爱，给你量肥。圆形的，哇，它是玻璃的吗？然后还有给你一个让你量腰围，所以就是仪态管理这样子。然后你看他的脸，他在取笑你，你太大，他这样子你看，还不快去减肥？然后给你一个这个叫你去减肥，我学他的脸，你看。快去减肥哦！是这样子的，哦，是玻璃面的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是装电池，它是装那个3A 的小颗的。然后熊抱哥的脸是，哦，他们在几个我厌肥，哈哈哈哈哈，几个我厌。我们来装一下电池，看一下它的这个仪表板的画面，有没有？现在是归零的，而且它还有温度哎，室内温度16，我们来量一下啊。哦，好，量好了，你看我14公斤，它的字颜色很漂亮，熊抱哥的，很可爱，圆形的。这个拿的有点像。限量安全帽共3款，15、16、17，然后我们有3银怪款、熊抱哥款，还有巴斯光年款，那先开哪一个呢？3点，这个可以拿去滑雪带。这个加购价999，这是台湾制造，通过 ISO 9001品质认证。他又在取笑，取笑你后面的人，嘻嘻嘻，你不能撞我，嘻嘻嘻。哦。可以去滑雪了。我看一下你的后面，我的后脑勺，很可爱，跟那个体重机上面一样的图案。要去外太空了。所以既然要去外太空，我们就怎么可以扫这一位呢？来，这一位是巴斯光年。哇，好银哦，这个。对，好银色哦，哇，很银河的一个感觉，大家看。啊，对，好看，好看，哇哦！
飞上宇宙的感觉。很好看哦，很亮。再一款是熊抱哥款。哦，可爱呢。这个也好可爱、哦、这就是三款，这个大家一定会想要，妞妞看了就觉得好喜欢的，特别可爱。它是桌上收纳铁柜，它有三眼怪款、毛怪款、熊抱哥。它这个加购价是399元一款，喂，很赞哦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哦，而且它是铁柜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！耶，哎，这好质感，你看这个是铁的。哇，哎，真的很质感呢。你看，哇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它里面是这样子，有挂钩，有小挂钩。好好看哦，这是像那种学校的柜子，这边有一个下面的架子，然后上面也有架子，好像是普拉顿哦，很有质感的迪士尼100周年。哎，毛怪，而且它底座下面有这个海绵，就不会刮到桌子。你看，100周年的毛怪的，很质感呢，熊抱哥款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它这个有三款角色嘛，所以都可以收集整套。像安全帽啊，这个还有体重机，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。对，你可以收集同的色系，所以你可以全部都收集三眼怪，就是一色。我喜欢三眼怪。有没有点那个罗布罗斯那个躲猫猫，我躲在这个柜子里面的感觉？最后一款是妞妞说她最想得到的，这么大一个活斑斑，它已经飞出来了，太酷了！居然出滑板呢。超级酷，限量滑板哦，快闪购，加购价899元一款。它已经煮好了。哇，哎，好美哦！哇，好酷哦！拆模。那最期待看这个滑板，因为他最近爱上滑雪，他就觉得学滑板好像也可以练滑雪。我不会滑滑板。练习。戴着你的安全帽。它背面是这样子的图案，非常可爱呢。你看很多的皮克斯，还有迪士尼、米奇、米妮。迪士尼100周年，哇，好有质感。噔噔，这就是今天盖箱子全部，我已经不见了。来出来一下哦。这个还没有全部，还有这个。哦，对耶。哎、欸，那你要拿起来呀、啊，还要拿起来耶，真的东西太多了，真的太丰富了。你要把它垫在后面。没有，这个要这样子。好、哦，然后你的花瓣也要拿起来。哇，好有安全感。对啊，这就是今天开箱的。全部大家可以去 Seven， 喜欢 Pizza 的朋友可以去 Seven 几点换购。这就是迪士尼100周年 Pizza 缤纷奇幻几点送，它是2月22号下午3点到2月26号。哇，是快闪购，或是小七几点送6点加价送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，很棒哦。很棒耶。滑板怎么刹车？就是斜板一样的。啊，脚没有滑，那就不用夹夹。一脚踩下来就刹车了。来，我们现在试试。没有位置，现在我们改天再去公园玩。